这一箱是14个，我查了一下是500克。嗯，它这个是全麦黑麦面包，然后粗粮细做，这饱腹感超强，老铁们，你们早上可以用它早餐，就这么夹一下子，整个柿子鸡蛋啥的都行。我搁了火腿肠、柿子、黄瓜，它这属于粗粮细做，它这个口感就不是特别甜。11.9一斤，一斤是这样，14个。视频下方有链接。晚上小孩都能吃，饱腹感超强。嗯，还挺软的，不像有的黑麦面包的很硬，特别特别硬，你都感觉都打嗓子，这不会的。嗯，我就这么夹的。嗯哼。